这球出棒右外野方向，杨念希接到，啊，形成了三人出局，那么也结束了这场比赛啊。中华队在前半段拿下较多的分数，啊，前面第一局得五分，第二局得九分啊，第三局跟第四局也都有分数的进账。今天基本上中华队在能够进攻的半局都有得分了，啊，中场就是以16-2。在预赛啊小组赛的最后一天，这场对上波多黎各的比赛当中，中华队是顺利的赢球，获得了胜利，中场以16-2来击败了波多黎各。